师兄梦到一位用心法布施的同修，在人间发的每条法布施，天上都有一位护法接收，并在他天上的小店里一一展出，就好像天上开了一家法布施的分店。用心法布施非常厉害。法布施内容受到护法菩萨的保佑，并被护法记录。请问师父，这个梦境是真的吗？是的，很多的都是真的。现在很多下来都是真的。哦，就天上，我们在就人间法布施，天上他们也会记录之后，并把这些法布施展出，是吧？会的，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嗯，明白了吗？明白。是分享一下事情嘛。然后呢，我每次呢，在微博上发很多师傅的，就是在每次在法会上讲的很多笑话呢。就是那个佛学小故事，我就写的就是大智小故事大智慧，然后我就给他摘录下了，师傅讲的后面还有那个佛学的小常识，就在后面跟着我就摘录下来，然后呢就在微博上发了大概3万，就一直在发，真的有的故事啊，都有人点看，就是点赞看有3万次哦，很多人在点看，不是我们也不要名票利是吧？就是就要这样很好，有时候就在梦中做梦做到了。梦中呢，就是大家都在过河，就到彼岸去，然后就在过河，就很冷，要把衣服脱掉过过去。然后呢，这时我就旁边有个声音告诉我，他说你拿出来5条，这个小故事大智慧，就我每次上面写的小故事大智慧，然后放几朵玫瑰花上面，就是每个群在发，然后微博在发，然后就有人就告诉我，你拿出5个小故事大智慧出来，就会渡你过彼岸，过河。这个就是好事是吧？当然了，好的不得了了，你这叫法布施啊，典型的。嗯。你要知道这种一条一条的实实在在的在网上自己这么发的话，的确啊，正能量的啊，对不对啊？多好啊，让人家看了法喜充满，让人家看了能够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这还不好、啊？对，对不对啊？对啊。嗯。所以就有人在梦中点化我，让我帮我渡过彼岸去了嘛。然后就每次师傅也是有活言活语，我们上就是有的活言活好的活言活语，还有师傅那个，特别在师傅每次在法上开示那一段段的发上去。啊，然后我还有你在做很大的功德了，你稍微做的好看一点，听得懂吧？对，我就把摘录下来，就是师傅讲的这个故事，我就摘录下来。啊、你摘录下来嘛，前面弄个头啦，后面弄个尾啦。啊，当中嘛弄点花纹啦，好看一点啦，对对对对，稍微学一点美工好不啦？这样、你这样直接贴上去，那叫裸贴啊，听得懂吗？但真的好多人点赞，好多人在看，还有对啊，当然点赞嘛，你也有功德的呀，因为你贴的呀，对不对呀？然后呢，我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呢，就是许愿，一万一，就是拿这个，有时候我就菩萨面前，跟佛台面前，跟菩萨说，我就拿着1万天、1万遍这个，师傅这个就讲的法布施，拿这个就是，就消除我母 A 部分的，业障，就拿这个一万遍，一万次这个，就有时大重复的也不管了，是吧？就是一万次，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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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1万次消除我母一部分的业障，对，或者给我转给我这一万次转给我儿子我的孩子什么消除他什么什么业障，就是这样的，一直都是这样，就这样，就这样，这样很好的，是吧？很好，那就好就好，师傅，你能帮我开下示吧？讲讲。你倒我倒没想到你用这个方法，你这个是这辈子。如果你这么下去的话，能上天呢。真的？哎呀、你可以消掉你很多业障。你要知道，法布施是30里边最为重的。嗯，对，就是我就这样，我为什么一直在做，在做重复做？但就有一次梦中了，就告诉我了。他说就过活都过不过去嘛，那水很凉，还要过活过去嘛。后来就一个声音就告诉我。他说你就拿出来5条就可以，我就可以把我渡过去了。看见了不啦？说明你已经。功德已经到差不多了，很好的，好好努力吧。好，好吧，一定。